一字偏偏想念，无比上演，靠在你温热肩膀。我想这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哦，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我们的 Purple Lady 哦，可以跟他们来握握手，来拍照哈。我想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哈。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呢，在今天您只要是持有两张 CD 的话，我们都可以上台来拍照的哦。想让你知道，就这样的幸福刚刚好，每一天手牵手背甜蜜聊，追着风到处去炫耀。朋友哦，比如说您是用手机或是相机拍照的，也请大家好将您的手机相机我们先调整好哦，也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帮您来拍照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只要有两张的专辑哈，两张的专辑我们就可以跟 Purple Lady 来合照了哦。那你今天呢只要是拿着这一张最新的专辑，我们最新的迷你专辑一直一直爱，我们就可以上台喽。
这难得的机会哦，这个 Papa Lady 呢啊，到我们这个台南的南方公园的活动现场，跟我们台南的歌迷来见面哈、哦。我想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场的歌迷朋友们一定要来好好的把握哦。前面的歌迷哦，这个照相很重要，也不要忘了，如果还没有签名的，不要忘掉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也有这个专辑的一个贩售，在我们现场呢也有这张全新的首张的迷你专辑，一直一直爱 Papa Lady 的最新的这个首张的迷你专辑哦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呢也有贩卖哦，我们今天现场购买也会加赠海报哦，就是我们今天现场购买的一个优惠哦，今天现场购买专辑呢会加赠海报，那有需要的歌迷朋友呢，你大家好，那个在我们现场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张最新的迷你专辑哦。另外还加赠了68页的写真的部分哦，而且我们在写真的部分呢，哇，他们是非常的用心，还换了9套的衣服哈、哦，来拍摄这一张首张迷你专辑的这个写真的一个部分哦。所以呢，在这整张的专辑当中，我们的制作上呢是花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也非常非常的用心哦，蛮可以值得我们现场的歌迷朋友们，也大家真的是值得推荐的一张好听的专辑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张宁是拿着这一张的首张专辑，我们首张的迷你专辑《一直一直爱》，我们就可以上台来签名了。那有2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 Papa Lady 来合照。那在我们现场呢，在舞台的正前方呢，也有专辑的一个贩售，有需要的歌迷朋友，我们可以现场来购买。那我们今天现场购买专辑还会加赠海报哦，我们今天现场购买专辑还会加赠海报哦。